明明10:30才打疫苗，但屏东火车站已经排长龙，人龙从接种站排出来，一路排到车站口，等待区也坐满满。尽管是开放莫德纳随到随打，但最吸引人的其实是谢谢，开心，开心。原来屏东县一连3天在火车站、百货公司、公庙设6个接种站，每天每站前300人有500可以领。公庙砸250万赞助屏东县催打，有人为了狗爸call冲现场，也有人到现场才知道。 超惊喜，因为这个嘛，有，没错。我是都爱肯尼，肯尼的小姐甲讲，阿姨你今仔去我爸行咧。台南火车站同样人超多，5、6条排队人龙都等着打疫苗。高雄也催打，卖场接种站人气旺，只是比较3个县市，屏东送500现金，高雄有200元礼券。台南人却只拿到牙膏牙刷。不小补，我们这边有觉得会有小确幸，可以去买带小朋友去买一点东西，越多。 当然是越来会越好。高雄民众有200礼券，还希望多多益善。倒是台南民众虽然只拿到牙刷牙膏，相较屏东高雄稍嫌寒酸，似乎也不在意。身体健康就好了，管他送不送了。没有，我是来打针的，不是来领钱的。各县市冲覆概率增加，社区保护力。南台湾、屏东、高雄跟台南寄出不同好康，果然也让打气明显提升。记者台南屏东综合报道。